把掌声献给公孙翔，也祝贺他第二场成功卫冕。有心人，华晨中华 VC。 我漏气了，没状态，试试全新海盐青芒口味，随时脉动向前。将要进行的是我们今晚的绝对的主赛，致敬真男人铁骨一柔情澳洲天鹅庄 WBA 世界拳击霸赛，由澳洲天鹅庄甘红独家冠名， WBA 世界拳击协会， WBA China 世界拳击协会中国机构主办，北京权威四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承办。本次比赛特别鸣谢官方合作伙伴西凤酒，酒海陈藏传世酒香，传奇凤香。本次比赛保障方案是由深圳前海运动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体育保险就选运动保。接下来将上演的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场主赛，由中国的传奇拳王熊超忠挑战现任 WBA 迷你最轻量级世界拳王宁德荣。这是熊超忠第七次向世界拳王金腰带发起冲击，他能否创造中国拳击新的历史呢？我们拭目以待。首先来看一个短片。他是熊朝忠，24岁，他从一名矿工开始传奇生涯，非常漂亮。30岁成为世界职业拳王，用拳头改变命运，他是中国梦的诠释者。他是传奇，中国第一位世界职业拳王，6次世界战，3次赢得世界拳王金腰带，2次 WBC 年度最佳拳手。他是第一，也是唯一。熊超忠，7月27日，中国青岛，36岁的他将第七次征战巅峰，挑战28岁的 WBA 全胜世界拳王迷你轻量级世界第一人李永德荣。直面最强的对手，能否激发最强的熊朝忠？雄心不与年华老，他是传奇，他是熊朝忠。掌声有请蓝角选手挑战者中国的传奇拳王熊朝忠登场。Thank you.
是人。有请红吊选手世界拳王，卫冕者现 WBA 迷你最轻量级世界拳王 New Drone。蓝吊拳手熊朝忠，35岁，职业生涯战绩27胜7负1平，其中14场比赛 KO 取胜。他是中国首届世界职业拳王，曾经3次获得 WBC 迷你轻量级世界拳王，2次获得 WBC 年度最佳拳手，被誉为中国职业拳击第一人。这就是来自中国 M23 战队的传奇拳王熊朝忠。红吊拳手27岁，职业生涯战绩17战全胜，7场 KO。 他已经5次夺得 WBA 迷你最轻量级世界金腰带，目前综合排名世界第二。他就是保持拳胜的世界拳王，来自泰国的 Yung Drung。请全体起立，首先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泰国国歌。请坐下，有请本场比赛台上裁判 Our referee charge William Marsh from New Zealand。
Okay, you run the step. Find clean, find hard, obey my instructions. Please here, punches above here, okay? Up, okay? Good luck, check it. 澳洲田欧章 WBA 迷你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场主赛了，群超中第七次向世界拳王交代发起冲击。这个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关注这场比赛可能也了解到了，这个年龄在这个级别，在以往的100多年拳击发展的历史当中，只有两位选手做到过，就是在这个年龄上，35岁以上再夺得这个交代的。本身这个小级别啊，他运动生涯就很难保持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年龄段，他不像大级别，像大级别富尔曼45岁争夺世界冠军，对吧？这霍普金斯47岁已经当了老爷了，再次拿到世界拳王金腰带。但是小级别真是太少了，对，因为拳击比赛级别越小，他对这个速度反应敏捷性要求越高。对，作为职业拳击这个17个级别里边这个最小的人，他对体能的要求和这个身体的综合这个素质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说年纪越大，这个可能就越不上了。对对对，这场比赛的话，实际上我们赛前也讨论，群超中实际上他是处于这种劣势的，这种，因为对手是一个不败的现役世界拳王，而且是比群超中年轻了8岁。第四次卫冕这个 WBA 的这个世界金腰带，群超中呢是作为一个挑战者进行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去挑战对手。对，所以从现在的这个年龄上、体能上方方面面，秦超中这次说实话能够再次踏上这个拳台，我觉得本身就已经又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对，实际上在2015年之后，秦超中就进入的这个半退役这个状态。过去2年里，他就打了2场这个比赛。那么去年10月，他击败了这个十八杆全胜这个泰国的这个拳手潘亚，然后拿到了这个强制挑战资格，一下子又把自己的冲击世界拳王的梦想又再次点燃了。所以小熊自己也说，我想在这个年纪下再冲一次试一次，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目前中国来说，现役的男职业拳手里面没有一个现役的职业拳王，所以熊朝中呢也是这一次呢也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压力来进行这场比赛的。我们也很期待着熊朝中能够在今天晚上在青岛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对啊，熊朝中这个喜欢他的人是非常多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拳击运动员，勤奋、谦逊、朴实。对。比赛在第一回合里边，两个人都没有一个很明显、也比较好的一个开局。是的，我觉得这一回合两个拳手呢，更多的是进行一个试探。这个比赛是12回合，慢慢来，不急。是的，首先打好控制。是的是的，毕竟你的年龄在这儿摆着，对手呢现在正是他的一个巅峰期。对，这个时候我觉得秦超中啊，他就更多的利用自己这个经验，对拳台这个经验，目前来看他这个状态还不错，还不错。我们看到泰国拳手呢李永德勇呢也是现在也是属于一个巅峰期，现在27岁，而且是连续4次卫冕拳王金腰带，世界排名高级综合排名是高级第二。这个实际上去年的10月3号拳王中那场比赛，当时定的对手就是他，结果他呢是临时被征对去服兵役，错过了那场比赛。这对手现在是17战全胜，而且他是在第一场职业比赛里面就拿到了这个 WBC 的一个洲际的这个拳王头衔。对，此后他在2年后就拿到了过渡的这个 WBA 的这个世界拳王头衔，那么在又过2年，2016年他这成为了 WBA 的正式拳王。目前为止他的选手起点也是很高的。对，因为他在这个之前他是打这种职业泰拳出身的，那个泰国最著名的拳王之一伦皮尼利南龙两大拳场的冠军他都拿到了。对，
然后他出于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收入的一个保障，然后加入到这个职业拳击里，这个，所以他起点非常高。上来第一场比职业拳击比赛打的就是周吉头山，所以他也是被泰国拳迷称为泰国最有天赋的拳手之一，也是拳击天才，被泰国拳迷尊称为。对，他十七场比赛是十七场头条战啊。李永德荣这个选手怎么讲呢？我可以这么讲一下，就是说，包括在中国很火的那几个什么波球啊，这几位在中国常年打比赛的几个泰国选手，他们在国内那三大拳场，包括伦皮尼在内的三大拳场的拳王金腰带都没拿过。对，在泰国你能把那三大拳场的金腰带拿下来，那是相当了不得的，而且他也是多次获得过泰国的国家全国冠军。后来呢，就像刚才陈婷老师介绍的那样。打泰拳这个挣钱挣的确实太实惠了，所以后来转入职业拳击。但正因为他有丰富的这种搏击经验，我觉得对孙刚来说是不利的。对，其实他可能会更为灵活。可能像对手的，看到他肌肉线条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个孟哥他是这种职业泰拳手转行到职业拳击里面，报价和防守最严密的。没错，而且他速度是非常快的，他后手拳的特别突然。很多这个练泰拳出身的选手，后来改拳击之后啊，这个从报价上，包括脚下移动上，就能练着看一看。但是你看他这个报价确实像陈天健的很严谨，但是他这个脚下移动啊，其实还是带着很浓的泰拳的味道。是的，是的，他是通过前后步的来控制这个距离。这种步伐的移动啊，其实因为你练泰拳的时候，随时为了起腿做准备。是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拳击技术呢也是非常的细腻的，可以说有些就是脚下还带有一点泰拳的味道，但是他的拳法呢也是非常细腻的。到目前为止邢昭忠是不落下风，对手也没从他身上占到丝毫的一个便宜。哎，小熊还是很自信的，再来一些很有霸气的。如果这样打的话，这样打下去的话，我觉得小熊他是遇强则强的选手，他就对他几次的那种在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包括零九年的对阵日本，现役世界拳王内藤大柱，内藤大柱在现场的把内藤击倒，导致内藤这个向全日本拳迷鞠躬道歉啊。再包括这个小熊在这个去迪拜的时候，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挑战者，也是在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这个这条金腰带，卫冕成功。我觉得小熊还是非常这种有霸气。我们也希望这场比赛他能仍然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创造这个奇迹。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他的励志故事，所以在中国呢也是人气最高的拳王之一。没错，邢昭忠曾经三次入选我们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这个 CCTV 体坛风云人物，最佳非奥运动员称号。这是在体坛风云人物当中这么多年的评选当中啊，应该他也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而且事实上啊，邢昭忠在之前啊没有什么拳击的基础，他是在24到26岁对才开始的拳击训练，步入职业拳击赛场。那么这过程中他已经是经历了更多的一个艰辛啊。所以我想今天站上拳台的小熊啊，他这个心态应该是非常好的。对，可以说他也到达过人生的巅峰。对，有一年贺岁杯被击倒之后，也当时自己也感觉也是掉入谷底，就是这种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对，他现在小熊实际上是非常淡定的一个选手，对，他的心态非常好，也是用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心态去挑战这个泰国拳王。当时这个比赛一敲定之后，我一看这李永德荣啊，我说这次这小熊很凶险，而且我觉得这是他这么多年职业比赛以来，我个人认为是最凶险的。而且我觉得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拳手到目前为止，就是直接挑战现役拳王并成功拿到他的这个拳王头衔还没有，包括小熊、邢昭忠和之前邹市明打的那个拳王金腰带的时候都是空缺的。对对对对，空缺的，直接把现役拳王、世界拳王拿下来，取而代之的目前没有。我们希望小熊这次能在职业生涯的末期啊，在3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创造这个奇迹。是的，我相信邢昭忠这一次有希望击败对手，因为这一次我们在一起训练，就是赛前一个月一个半月我们在邢昭忠的老家训练，他的状态呢也是非常好，然后从菲律宾请了非常
专业和一个职业选手水平非常高的来进行备战。熊朝忠这次比赛他备战了是多长时间？真正强度备战了45天，但是你知道对手备战了多长时间？3个月，接近100天，而且打了159个回合的一个实战。所以说他，你有的人对第一次出国卫冕这个金腰带还是在比赛非常重视，非常重视。刚才春天也介绍了，这是宁德荣第一次出国打比赛，他以往的所有前17场比赛全部都是在泰国和国内，他没有出来过。所以我们看到他到今天为止，他到现在为止，他在台上的表现，宁德荣是非常谨慎的。我觉得他是在憋住，他想记到熊朝忠，因为他在比赛之前他就说过，熊朝忠他已经过了这个巅峰时期，那么现在是他的当打之年。这个宁德荣在赛前放出狠话，说我要把熊朝忠打退役。这个确实就是说，熊朝忠不输的话，他也确实到了倒计时离开拳台这个时间。对。而且这一次我们备战的时候啊，就是熊朝忠都没有回家去住，然后在外面的酒店和我们一起去住。刚才这个宁德荣这一记迎击打光了熊朝忠这个下巴，千手拳的这个熊朝忠，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打起精神来。我觉得泰国人在第三回合开始发力了。是的，而且泰国人的前手距离打得非常的远。这个泰国拳手的这个报价防护非常的严厉，而且前手拳又打得特别漂亮，对，完全看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那种职业泰拳和醉搏击的这种痕迹。确实是很有这种搏击天赋的一个运动员，所以才被泰国拳迷称为天才拳手。这个春天我没有查这个宁德荣前17场比赛，他有打满12回合的时候吗？他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战绩是，看一下啊，应该是有28，是，看一下17战打满的是12回合的时候还是有的。而且在他这个级别呢，也是他高居世界综合排名的第二。所以我觉得小熊啊，在这前几个回合啊，先不要着急，有点耐心，跟对方多磨一磨点。是的，熊朝忠的他最好的状态，我觉得他应该是更好的去控制距离。怎么了？胶布开了。看来我们今天中方选手用的这个胶带质量好像是有点问题啊，包括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半山坡的也是，对，也是频繁的开了好几次。我们看到这个给他粘胶布呢，这个菲律宾的外聘的菲律宾教练 Nino 也是带了熊朝忠，也是打了几次世界冠军啊，而好像是他们两个还是非常的默契啊，对，这次又是把他请来，而且也是非常适合熊朝忠的这个风格的。非常漂亮的连续前手拳，这个尽管前天的发布会上宁德荣也是口出狂言，非常的霸气，非常的张扬，但是你看上了拳台之后能感觉到非常谨慎，没有有一丝一毫的那种拖大的感觉。是的是的，和上一场木村翔对战萨鲁达那个完全就不一样。对，宁德荣他的技术风格还是非常沉稳，抓机会的能力很强，而且他前手拳出得非常的频繁，而且他打的距离是非常远的。对，他后手拳启动的时候是很突然而且有杀伤力，我觉得小熊要提防他这个后手拳。你看他出的很少，但是每次的话都是要有效果的。裁判的提示啊，注意出拳的力道。小熊的身高是1.52米，宁德荣是1.5米，那俩人臂展差不多，小熊臂展1.54米，宁德荣1.5米。我们看到啊，这个李永德荣呢，他的报价是非常的严密的。
哇，他的连续拳呢也是非常快，贴进去啪啪啪三拳。我看他的线条，身体线条也是力量和技术兼备的一名拳手。麦德荣还是非常有耐心，而熊朝忠同样也很有耐心。对对对，好的，哇，非常漂亮的一个后手反击。今天现场的很多拳迷啊，都是熊朝忠的铁杆粉丝。我知道有好多远道儿，对，有很多从外地远道来的。因为确实这个熊朝忠的本身的这个人生经历啊，非常的励志。我记得是2015年的那个，他被我们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栏目也入选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是唯一的一个体育界人士。是的，因为熊朝忠他的励志故事，从一个穷苦的农民，然后到我们一步一步走来，然后拉胯，然后工作，然后拿到世界冠军，然后这个是传递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正能量，然后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人生态度。其实我们也知道，小伟，你的经历跟熊朝忠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当年为了学拳，也是受过很多苦的，摆摊卖拖鞋。是的，是的啊。当时像2010年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我们训练之余，我们去进行一个摆摊，然后去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职业体育呢，我们的所有的开支都是需要自己来承担的。对。而且我看到过一张照片，就是说小伟当时卖拖鞋，那个照片骑着自行车，而且那个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对梦想未来憧憬的笑容。那么时间过去多年之后，我觉得也算是苦尽甘来了。目前这个小伟也目前也非常不错啊，这个职业成绩也不错，虽然这个没有拿到世界拳王头衔，但是也拿到了WBA的一个终极头衔，也做教练。同时也在我知道他在网上有很多的一个支持者和粉丝啊，拳迷好像有几十万的拳击哥啊，这个就是不欠钱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五回合。我看到熊朝忠的这个胶布又开了。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胶布的质量确实有点问题，因为明显的这个没有太多的一个补水，而且他这个确实中断比赛啊，这个对，因为这个会影响选手这比赛的节奏。对，我刚打起这个节奏来，因为这些意外一停，确实有影响。我们看到熊朝忠的这个前手刺拳呢，也是收获非常大，也是很有力的击到对手。聂德荣就是凭借这个后手拳这个反击，给裁判留下深刻的印象啊，很犀利。是的，所以说熊朝忠如果是防着对手的后手，还是因为小熊这个前手拳还是很难见得的。哇，我们看到这个李永德用这个前手摆拳了，也是力量自大力成了。哇，我们看到熊朝忠他这个要注意防守腹部，因为他一打摆拳，这个对手呢也是进行对于他的腹部的一个击打。哎呀，这个后手来的还是结结实实的，都要防守好一点啊，熊朝忠。熊朝忠这一场比赛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进行，作为挑战者来挑战的。别急别急，不要跟对手这么放开抡。对，这个现在还不到放开抡的时候，才是第五回合。对，刚第五回合，这个场面一下子让我想到了那天贺岁杯小熊被 KO 那次，就是到第五回合的时候，被对手挨了两打了两拳之后打急眼了。现在是小熊参加，现在应该成熟了，当时就一下就急了。
这个放弃的原有的这种继续打点的这么一个计划，还是跟对手对攻，结果在对攻当中不慎还是中了刀。其实啊，你看到这个对手呢，也是更多的进行一个腹部的一个击打，对。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别急，一定要多移动。像上一场比赛呢，菲律宾选手就是被木村翔击打腹部打多了，对，一点一点累积的是投不完的也不少，投不完的也太多。是的。对手不年轻，这时候可以特别在前五六个回合、六七个回合，你先耗耗他。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去打经验。对，我做好防守，把报价报紧了，我先让你打，你先消耗消耗体能。是的，是的。哇，我们看到对手这个面部表情也是非常轻松啊，一看体能储备也是非常好的。而且牛永德荣，他的职业生涯里面打满十二回合的次数还是挺多的，所以说他对这种控制型这种打法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对于这种持久战也是非常有经验。牛永德荣这次啊，实际上他还是在服役期，他这个兵役还没服满呢，一年的一个兵役期。那这次比赛呢，也是属于部队就是特批允许他出来打这次比赛。哦，那也证明泰国的对于拳击方面的非常支持，很支持的，因为他本身他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是他现在在部队他是有军衔的，就是因为他是全国冠军啊，世界拳王，对，世界拳王，所以他有在部队里头有军衔，他比别的同期入的这些士兵啊，他的军衔都要高。看一下双方的这个第六回合，熊朝宗这个前手刺拳呢也是明显进步了很多，加一个后手摆拳。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建树，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击打，很难说前五个回合谁更具有优势，对对对，不好判定。看来两个人都憋着在后半程发力，看来他们也是对自己的体能有非常的自信。我们看到其实两个选手都是打中远距离的，我觉得啊，熊朝宗这个战术还是合理的，因为他现在这个年纪不适合那种高频次的这种对攻的，还确实是要利用自己的这种经验和技术，是的，是的，周旋，然后这个打成功概率拿下这个比赛。是的，因为他的体能，因为他的年龄大了，所以他体能可能不能持续的，他的耐力不能持续的顶住，所以他更多的应该是移动。对。对，刚才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又打中了熊朝宗这个面门，对手的这个出拳的一个清晰度还是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小熊也没有让我们印象非常深的一个重击。重击，对。对手还是非常稳健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熊朝宗能。现在还能站在擂台上就已经代表了一种漂亮，刚才这熊朝宗终于释放了自己的右手重拳。啊，对手也是这个气势很足啊。熊朝宗啊，毕竟是真正的这个世界拳王，熊朝宗是不敢轻视的，对，所以他丝毫不敢大意。你看从第一次拿到 WBC 的这个世界拳王腰带，可以说小熊后面的每一场卫冕，包括后来的再次争夺，都是时不时的硬仗。对对，而且牛永德荣啊，这次的备战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长。我们也能看到，其实以往的很多泰国选手，他们是比较善于表演，挑衅一下对手。对对对。但牛永德荣自始至终非常严肃，也非常严谨的，如临大敌一般的对面对着很谨慎，对，很谨慎。他也是真正是。想拿下这个卫冕战，这也足够的证明了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对，所以他不敢有一丝的大意。我们看到这个尼永德荣呢，更多的是击打熊朝宗的腹部，想消耗他的体能。熊朝宗也是显得非常轻松啊，没有非常疲惫。
非常结实的两个前手直拳。今天熊朝中这个命中效果并不太好，命中率不是特别的高。我们看接下来比赛进行到第七回合，小熊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我看到这个林永德荣呢，他的反击也是非常快的，所以熊朝中打完应该更快的回防。对，这个小伟这点说的是切中关键。我觉得熊朝中的战术就是保持前六回合我不落下风，对，我用我所有的体能拼下半场。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战术。是的，因为过早的去消耗他弹药和体能的话，那他接下来的这个几个回合会非常难熬，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耐力肯定不足以支撑十二回合全场。对，他的耐力可能和对手没有对手在第七回合确实小熊加快了这个进攻节奏。是的，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击倒的一个状态。哇，对手的这个连续拳也是非常的快。从出拳的速度上来讲，对手没有对手快。对，而且对手中远距离他的直拳用的非常多，一二三四都是直拳。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一击连击非常的清晰。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林永德荣也撼动不了熊朝中，他也打不动熊朝中，他也很费劲。但是小熊这个拳头啊，凿到这个对手这个头部上，效果还是非常明显。林永德荣啊，他现在就是说他速度虽然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他又不敢全力的提速。对，他也怕这个速度提起来进去啊，遭到小熊这种强有力的方法。对，你看他想进，他又不敢说肆无忌惮的就这么进来。而且林永德荣毕竟他现在是保持全胜啊，对，他也很爱惜这个。对，哎，你说对了，我刚才说这点，因为他自己很清楚，这个比赛如果说一旦打满十二回合，就目前咱们看到的前几个回合情况来看，其实他的优势很难说，你很难说他有什么优势，但是只要判平了，金腰带还是他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也不想冒险，不想冒险，对。所以他想避开每一拳，就一拳都不想挨上那种，所以他才一直防守。这个账他心里算得很清楚。是的，是的。因为熊朝中这个击倒的原因，是要帮助对手，他知道什么最拿得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抗击打能力和重拳。对。特别是熊朝中的后手摆拳。对对对，所以说宁泽荣还是比较愿意打控制。控制满十二回合，这个点数啊，很有可能就是。比较倾向于他这一个，目前还不好说，因为比赛刚刚进行到第七回合，为时尚早啊，结论。我们看到泰国拳手呢也是非常的前手，还是相当快。第七回合结束。从前七个回合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从控制上宁泽荣稍微好一点。对，这一打非常漂亮的后手摆拳。那宁泽荣的拳啊多，但是打的都是说有的是防护架上，对，有的是这个打在身体上或者手臂上。而且这个林永德荣的这个连续拳的组合也是非常强的，熊朝中一二拳的时候可以防住，但是三四拳的话他要谨慎一些。看一下双方这个是第八回合，在进行的真是非常的快。前手的进攻，哇，能够正确的抓放，
现在也是学会女友多荣这个，嗯，这个前手，对。我不停的出，不停的点点，节奏上我先出吧，我先出，先出，压你，压你。陈少东这个后手摆拳的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你看陈少东现在完完全全的就是显示出他的这种经验，对，打完了我就贴上去，不给你施展的一个机会。你看打完一套，对，而且对手也是只要一进去也是进行一个搂抱，他也担心陈少东的这个重拳，他尤其在前几回合啊，吃了对手不少的前手，现在陈少东先出前手拳。而且接上后手之后，他就会贴上去，给对手一个反击的机会，反击绝技。是的，是的。但是这几拳其实打的都很乱，并没有一拳真真正正的打结实实的打的有这个。对，就两个人这个准确力还是差。对，今天这个有效的这种很清晰、很清晰的拳太少了，两个人都很少。我们看两个人的这个还是非常谨慎的，这打的还是很焦灼。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从中央电视台的拳击专项记者于世学敏，马上到时应该更多的移动起来，不然对手的话会进行一个腹部的一个击打的话，体力会消耗非常快。对手这个前手拳啊，还是建功了，运动会多一些。把对手这个反击呢，也是非常的快啊。泰国的团队给自己的选手加油鼓劲的方式也很特别啊。我们看到熊昭忠的这个脸颊是肿了吗？应该是被前手拳戳的吗？我们看一下啊。哇，是的，是的。拳头戳的还是撞的，确实是肿的，应该是戳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哎，他这个眉弓也是有一点，对啊，这眉弓撞到眼眶了，哇，这一个、这个是打的，这一个迎击非常的准，其实这一拳也能体现出熊超中的这个抗击打也是非常强啊。熊昭忠这个鼻子也开始渗血了啊，真是岁月不饶人啊，真是差了8岁在这个小级别里。就今天的熊昭忠不是我们之前在台上看到的这种生龙活虎的巅峰状态的那个这个小泰森啊，最开始我觉得我们熊昭忠这个绰号就叫泰森啊。对，刚刚开始都会给大家介绍过，就这个级别35岁以上再能拿到世界拳王金腰带的奖金。如果这一场比赛都能击败对手的话，也是创造了一个中国的一个职业拳击历史，对，将成为这个他这个所在级别的历史上年纪第二大的。这是我们这个 WUO 拳击首席执行官小泉四海的配合的 CEO 小泉先生。看到这个李勇和勇呢，也是像第一回合一样非常警惕的一个进攻。看到李勇在第9回合好像加快了他的进攻这个节奏，而且他的回防呢也是非常快的。速度上，这个速度上就是快一些。是的。这时候啊，就体现出熊昭忠的这个经验。啊，毕竟是在这个拿出去年世界3号打帕亚的那个劲儿，控制一定要控制。所以说这个时间又过了接近一年时间，又接近一年了，岁月不等人。
去年的那天是他十月三号是他三十五岁生日啊，是的是的，所以你说他，我们现在说他老说三十，其实他马上就三十六了，对，其实已经三十六了，对，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拳击都是讲周岁啊，实际上用中国的说法他已经三十六了，是的。我们看对手这个动作也开始大了，也是加大发力点了。当中这个软残手的这个带又看胶布又开了，掉了下来，直接掉了下来。处于这个劣势的时候，对手就会表现得非常的压迫式的，对，强，这个侵略性就更强了。对，那现在从场面上看，我们看的还是有点焦灼的。也有德容的命中率非常非常的高，整场比赛能这个清晰有效的这个拳啊，也是能插得过来的。到目前为止，一只手数不过来，没有超过五拳，这种非常清晰有效的。昨天我们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啊，也是看到了熊朝忠从家乡来了一大批亲朋好友来支持他。对对对，九个回合结束，体能看起来问题不大。对，我觉得熊忠在今天这个状态下，他打满十二个回合啊，这个没有受伤啊，或者是我对他的这种没有更多的一个期望，就是说这点咱俩一样的，一定要让他拿到这个金腰带和铜。这个赛前我就说过，我说这是熊朝忠这么些年来打的最凶险的一场比赛。当然我们期望更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说拿不到的话，我们是也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毕竟对手的实力、年龄等方方面面的这个情况，客观的来讲，熊朝忠在赛前就是处于不会看好的，完全不会看好的一方。但是我们内心呢更期望他能拿下这场比赛。情感上是期待着奇迹的出现。对，情感上是这样，但是理智上来讲的话，这个比赛就是说还是很残酷的，拳击比赛就是。当然了，这个拳击比赛最大的魅力就永远在于你不到比赛钟声响起的那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可能奇迹就在下一秒就出现了。但是这个比赛场面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你有的时候会表现得非常那个强势，强势，对，他今天打成这样了，哎，对。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小熊的这个拳击能力。我不知道场上你有没有自己打到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我个人感觉他可能啊就是过于谨慎了。如果他的打法从一开始更具有侵略性一些，进攻性更积极主动一些，效果可能更好，会更好。就是说小熊的年龄体能经不住他这种暴风骤雨式的进攻的话，可能在前七八回合这个赛就已经结束了。对，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畏惧熊朝忠的一个重拳，因为他也怕熊朝忠的后手重拳的这个迎击和反击。对，他想稳妥的拿下这个比赛。是的，是的，因为他一发力，熊朝忠的反击也是非常有威胁性的。再就是我刚才前面讲过的，做的对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说他其实这场比赛他打得挺功利的，他在算这个账，冒这个险值不值。是的，哇，熊朝忠两个拳手刺拳非常漂亮的命中对手。也有德容擅长这个阵法。如果两个人技术水平差不多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看谁的经验更丰富。对，因为我没有看过李永德容以前的比赛录像，所以不太清楚他的风格。不是这样的，我特意看了他这个比赛，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而且那个前手拳的那个控制，包括后手拳，包括步伐，跟今天也不是一样的。对，那要这么说的话，李永德容今天确实就是他被小功力，他打得很功力。还有一点就是被小熊这个就风格所控制住。对，这就比如说他曾经尝试进了几下，但是一进被打不来，一进被打不来，感受到小熊的这个拳头的力度之后，他也会在打法上做出调整。
还是很赖的，对吧？嗯。在楼爆的时候，这个小动物，小动物挺多的，对。毕竟是这个从小啊，在这个全场长大的，对。这个时候就是他的格斗经验，对。混战，混战。非常充分的会利用这个肩膀和头，对，因为他说他年轻，他的体能有优势，好漂亮，漂亮一个前手拳，他拼命的压靠，对，压靠，然后用肩膀，对，来靠他的这种小动作、脏动作，这是主攻，来耗他的体力。哎，周老师，您觉得最后还有两三个回合，您觉得还会出现 KO 的一个状况吗？不好说，俩人是都有这个能力的，但是现在呢，我感觉就是两人这个风格特点啊，好像卡住了。我觉得可能不会出现，有点卡住了。这样一卡住的话就很难了。就像刚才春天说的，可能小云这风格特点让你有人就是觉得他很客观。两个人其实还是很像，很相似，相似，对，所以就是说嘛，这搁在我们中国这叫手手交。这种风格的比赛，两个人撞在一起，一般来讲比赛是两个情况，就是两个极端，要么特别闷，要么特别惨，对，非常惨。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就走到这个特别闷的这条道上去了，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技术风格太相似了，你打起来就像在照镜子，跟自己打，你想是个什么感觉？是的，对不对？对手打的也不舒服，哎，他也不舒服，你也不舒服，俩人照镜子照上了，这时候就是拼经验，拼身体。这时候实际上是对手的这个耐力啊，很年轻，这种体壮这个体能的时候展现的，包括上一回合的不停的在搂压的这个小伙，他知道这个时候是对双方来讲可能是身体上最难挨的一段时间。你看，不停的在压靠，我们看到对手的体能明显强过熊朝中啊。所以熊朝中呢，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没有非常系统的一个训练，像平时的时间他更多的是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啊，还有经营自己的拳馆啊这些。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熊朝中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是刚刚为人父，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实际李永德今年三月份，今年的时候也生了一个女儿，是刚刚才三个月，所以这两个选手不但承载着这个对拳击的梦想，而是承载着家庭的一个希望，对，为了更好的生活啊，在擂台上拼搏。所以无论谁输谁赢，摁倒的，骨头倒的，对，无论谁输谁赢，他们都是很可敬的一个男人吧？对。这时候熊朝中，我觉得他更应该更多的进行一个移动。不能去和对手这个拼近距离的，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种受更多的一个伤害啊，就是去对攻式的这种冒险式的打法。因为对手比他年轻将近十岁，所以对手的体能肯定是比他好的，对，而且他备战的时间也比熊朝中要长，备战了，他说备战了三个月，100天。是的，而且现在还是他的巅峰期，所以熊朝中更多的是要进行一个移动。在这个近距离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勾拳啊，还是让这个熊朝中比较难受。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李永德勇呢，他可能感受到了熊朝中的这个体能下降。对，所以他现在更多的是近距离的一个对攻。好，最后十秒，到目前没有看到你有这种体能下滑的一个迹象。是的，所以你现在这个熊朝中这个体能，面对你有这种体能实现这种击倒，我觉得比较难了。是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进下一个，就是十二回合，也是最后一回合了。对，最后一回合，我看看熊朝中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对，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觉得他不管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不管能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一个作为一个36岁的老将，能和一个巅峰时期的现役拳王打满12回合，我觉得都是非常可取。而且我觉得，就哪怕是熊猫今天拿下这个比赛，他更主要的一个责任和任务是接下来我们的 F23 一个计划，就是说这个使命2023，我们这个要特别中国，包括这个拳赛公司，就要利用5年时间，培养出这个3到5位啊，真正能站到世界上的这个中国拳手，拿到去争夺，去拿到这个世界冠军。我觉得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熊猫哥作为中国职业拳击一个里程碑性人物，今天再次站到这拳台上，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进行一个15回合的一个两个人的一个进攻呢，也是对于体能耐力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对，这时候你不只有要有技术，你的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体能和你的身体对抗。没错。你们知道，其实去年木村拳对阵就是你们的比赛，到后期就是因为他的耐力体能出现了问题。对，因为在你们15回合之前，他是周明。是在比分上遥遥领先，领先2点，只是在最后的时候，这个扛不住穆君祥这个勾拳击穆拳。所以为什么说职业拳击是世界上60项运动里面最难的？这个数据呢，也是美国很多体育的一些媒体去评价出来的。确实是。就有很多的一些历史啊、文化，包括这些拳手的生活，包括拳击训练的过程，都是很艰难的一些。是的。看一下最后1分半。过去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拳击是一项成人的运动，其实确实是这样。很多打出来的，到最后有所成就的选手，出身都是很普通。是的，就像我们的熊猫哥。木村祥，木村祥一上场，是的，帕克奥也是菲律宾的，包括梅瑞瑟、帕克奥当年都是家里都是非常穷的，特别是像帕克奥这个，是的，10几岁的时候在马尼拉的街头卖香烟的，是的，对。其实现在的代表人物是韦尼尔德的老乡，帕克奥，泰国的那个鸡蛋，帕克奥，下课，对，下课，对。到最后30秒，我看到熊高中也是对手也是自己的一个对攻。今天啊，你有没有被熊高中的这个冷战压制了太多了？是的，熊高中也是拼尽一切力气啊，他也没有办法，他没有这么多没看你的手段，没一个好招去放倒了熊高中，打倒了，或者最后熊高中被他不能去击倒熊高中，最后10秒。比赛结束了，双方打满了12个回合。是的，是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裁判对看一下最终的比分榜。
好，这场 WBA 迷你轻量级世界拳王争夺战，三位边裁气氛如下。Judge one, 118, 110. Judge two, 118, 110. Judge three, 116, 112. 最终比赛结果，宁永德荣卫冕成功。So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Red Corner. 有请 WBA 世界拳击协会冠军委员会主席乔治·马丁雷斯先生 ，WBA 世界拳击协会中国机构主席李东先生，澳大利亚天德酿酒集团董事长李卫先生，为泰国拳王颁发金腰带。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拳王熊高中。我曾经多次讲过，在真正拳击的擂台上，没有失败者，胜是王者，败英雄。好，谢谢我们的选手，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小熊留步。这场比赛经过了12个回合的鏖战，终于打满了。我们知道今天现场有很多你的粉丝，特别是家乡也来了很多朋友支持你的比赛。应该说，尽管输了，但是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此时此刻，最想对支持你的这些朋友们说点什么？这场比赛我已尽力了，我这个对手也是非常强的。我觉得我努力了，不后悔。输了比赛。我觉得比赛很正常，输赢，但是我已经努力了，我不后悔。感谢所有关注我，还有所有我后面的团队，还有我的家人，谢谢你们。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熊，雄心不老，戴芳华。我们祝福小熊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的幸福，祝福你。